前天的啊拔的圆，今天的上午呢哈、又栽上西瓜了啊，这就是我们高垄栽培的优势。我们叫高垄免耕栽培法啊，不再翻地，不再施地肥啊，省工省事省时间，这才优势啊。为什么我们能做到呢啊？我们做到核心的啊，就是三条。第一条呢哈、我们就是全部施肥，土壤永远不缺肥不缺素啊，长得就是旺。第二条呢哈、我们注重土壤改良，让土壤透气啊。既保水又透气啊，它没有根深啊，它们病害也少。第三条呢啊，我们一个病害的防控手段啊，定植之后呢啊，生根剂、杀菌剂连接灌根，然后呢，我用充实的生根剂、充实杀菌剂啊，让它没有病害啊，这是我们的高垄免耕栽培法。